台东减灾希望工程的复兴国校新校舍启用后，师生们全部动员，搬书籍和柜子到新的图书馆，为九月的开学做准备。一路陪伴的慈济志工也没有缺席。开心？为什么？因为她长得很漂亮。哦。高温的天气下，志工也准备消暑的点心，让大家休息一下，喘口气后继续工作。搬到新的校舍，也就是我们慈济基金会援建的希望工程的教学大楼，非常的感恩，尤其特别谢谢慈济基金会。蚂蚁雄兵分工合作，彼此像家人一样的共同付出，再辛苦的工作都做得开心。台新闻侦查美志工林素月、杨树山，台东报道。